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来自 IQL Realty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来看这个 Slot Horizon 的三房四厅单位。这个是一个二手房，而这个 Slot Horizon 呢，位置于在这个 Greenbank 区，也就是在这个 Oriental Hospital 跟 Coconut Milkshake 的中间。So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一间单位啦。从一大门进来，左手边就是一个厨房。这个厨房的空间还可以把它隔为干和湿厨房，就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backyard，可以放个洗衣机。客厅跟厨房中间会有一个小出口，这个入口中间我们可以把它隔为一个门。隔了门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厨房的油烟与我们客厅隔离掉。再来看就是我们的客厅，新的发展公寓都是围在6个 square feet 左右的一个大小，一个宽度。而我们这个会比较宽，也比较大。再来就是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小阳台，而小阳台外面就是一个 Greenbank 的风景。如果你往左边看，还有一丝丝的这一个海景。再来，我们就要进这个房间看一看。这个是三房四哈，988 square feet 的一个单位。第一间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小房，而这个小房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台。对面是我们第二间房间，这第二间房间也是一个小窗口，可以看外面的景色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主人房，而我们的主人房呢，会有一个 attached bathroom，这个 bathroom 里面会有 water heater 跟一个小浴缸。同样的，这个主人房也有一个小窗口，可以看出去外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龟棒的景色。然后这个窗口往下看的话，是一个 facility 泳池。我们这边有 swimming pool，有 sauna room，也有 gym，也有这个24小时的保安。而这个是一间永久单位。再来，我要给你们知道的是，这一个公寓的管理费大约在2毛半一个 square feet。今天的这个 house tour 我们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个单位出售的价格，还有一些 details，你可以联系我 Jason。谢谢大家。